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。今天呢，你可以看到呢，我身上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东西，这个 Magic Box 爆炸糖。据说呢，它吃了你就会能爆炸头，不是的。其实呢，它这个是一个你吃了，你在你的嘴里面爆爆爆，好像发出爆炸的声音，这样好像在你的口里面爆起来，就是口爆的意思。那么现在我就来试试看呢，这一个爆炸糖呢的滋味怎么样？这个我只是一包而已，觉得我为了能试试看看呢，能不能跟这个 Coca-Cola 产生这个作用，我又买了 Coca-Cola 回来。现在我先把这个爆炸糖呢放在这个杯子里面。给大家看，这个是橙的火腿肠口味，对，也没有这么黄黄的，橙色的应该是橙子吧？为什么它是有点黄黄的样子？可以直接这样吃吗？我蛮想直接这样吃，好的。哎，算了，一般好像量好像真的很少量，只有一汤匙的份而已，真的很少。OK，那么我现在开动了。它会有在往里面的那个嘴巴里面有发出一些声音，我这是看加水的，然后快快快，会怎么样？你要告吗？我是觉得分量太少了，所以它的声音不是很明显，但是还是有那个爆炸的声音在里面。就是虽然只有一包，但是还是有那个爆炸的声音在。而且这，但是呢，它跟这个 Coca-Cola 也没有产生特殊的反应或者是化学反应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按赞、留言并且分享。如果想持续追踪我的动态的话，也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